2017《维多利亚的秘密》年度大秀在上海引起轰动，也成为不少公司尾牙的范本。滴滴出行就把维密秀搬上尾牙的舞台，背上翅膀的表演者装扮华丽，排场不逊于上海的维密大秀。滴滴大手笔选在艺人经常办演唱会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办尾牙，还砸重金请来李荣浩献唱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尾牙现场送出了100只 iPhone X、100台笔电和多项现金大奖，相当令人羡慕。而这股维密风也吹到了内陆，重庆一家公司的年会经费不多，员工把缝纫机搬到办公室，自制服装和翅膀，只花了10000多台币就搞定服装道具。员工们背着翅膀模仿维密秀，没有庞大经费也能自嗨自娱自乐。记者戴律综合报道。